首相啊，中国人似乎真系好中意画过，究竟系唔系咁嘅咧？嗱，中国古代嘅才子佳人，佢哋一定要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咁先算得系够文雅嘅。所以古代嗰啲文人雅士，唔单止系自己喜欢欣赏画，而且仲会自己咧画翻几笔。所以中国人啊，喺古代不管系真正喜欢画又好，亦或系附庸风雅又好啦，都喜欢啊喺墙壁上高咧挂翻系一两幅画嘅。咁啊，直到现在呢，好多中国人仍然喜欢喺自己屋企嘅墙壁上高挂画嚟做装饰嘅。中国传统嘅画有冇咩特色咧？嗱，中国传统嘅画咧就称为国画。国画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佢以毛笔同埋墨咧作为咧主要嘅绘画工具嚟，画喺一张画纸之上。咁咧喺画好之后咧，就喺画中啊空白之处咧系嚟题字，然后咧再给一个画家嘅朱砂印章落去，咁一幅画咧基本上咧就大功告成噶啦。咁然后咧就再用纸咧系装裱起上嚟，加上画轴咧就可以啊挂喺墙上高噶啦。国画同西洋画唔同之处咧，就系国画咧就系用纸或者系布啊嚟呢个咧装裱，而西洋画咧就以镜框嚟装裱嘅。咁啊，国画咧就以水墨为主，而西洋画咧就以炭笔啊、水彩啊或者油彩咧系为主嘅。喺题材方面，国画同西洋画有咩唔同之处咧？嗱，喺题材方面咧，国画咧主要咧就以绘画天然嘅山水为主嘅，因为中国传统嘅文人咧就喜欢将自己心目中嘅天地咧系借助笔墨咧嚟描绘出嚟，所以中国传统嘅文人咪就咁喜欢啊，系绘画呢个天然嘅山水咯。咁讲起上嚟咧，中国传统的画家咧，就讲求啊系意境嘅，而唔讲求啊是否系写实，亦唔讲求啊是否远近大小嘅比例咧系是否恰当嘅。但系咧西洋画咧就完全唔同啦，西洋画咧就讲求系写真嘅，所以总结起上嚟啊，国画同呢个西洋画，无论喺题材方面，以及喺呢个绘画嘅要求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唔同，真系可以讲得系南辕北辙嘅。如果想喺自己屋企度挂啲画，应该要注意啲咩咧？嗱，首先咧，讲下挂画位置先啦。古人认为咧，若果系一间房屋嘅最光眼嘅地方，挂起一幅画咧，就可以起到啊画龙点睛嘅作用嘅。咁啊，譬如话喺一个客厅里头嘅梳化椅之上，又或者喺一个办公室里头啊，办公台嘅后边挂起一幅画咧，就可以衬托出啊嗰张梳化椅以及啊嗰个办公台嘅重要地位啦。我见过咧，有好多嗰啲嘅房屋嘅，佢哋里头咧墙壁咧空洞洞，一无所有，真可以讲得系四壁萧条嘅。但系若果喺适当嘅地方挂起一两幅画咧，吓咁气氛咧就当堂咧唔同晒噶啦。咁喺题材方面又点样咧？嗱，中国古时咧就流行咧以形补形呢种观念嘅，所以佢哋认为啊，若果有任何不足之处，就需要用类似嘅事物咧嚟作出补救啦。嗱，举例而言咧，啲人如果想话改善自己嘅健康寿元嘅话咧，就会选择啊悬挂、重拍、长青啊，
白鹤仙翁啊，以及是竹报平安这一类题材的国画嘅。那如果他们想要增加自己的富贵吉祥嘅话呢，就会选择悬挂嗰啲黄金万两啊，年年有余啊，或者系富贵满堂啊，等等呢一类嘅题材嘅国画啦。咁啊，有啲人啊，若果想话生儿育女嘅话咧，就会选择悬挂嗰啲葡萄啊，以及系石榴呢一类嘅国画噶喎。点解咧？因为古人咧认为啊，石榴同葡萄咧都系多子多孙嘅象征嘅。其实啊，讲到尾要悬挂边一类嘅国画题材，最主要都系睇自己嘅心愿嘅啫。但是这类国画呢跟西化的装修布置似乎更加不入，那有什么方法呢？其实呢，挂画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用它来营造气氛的。所以考虑挂画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考虑到那幅画一定要跟附近的家具是能够配合，否则的话呢，就会有相反效果的了。想不到用挂画来装饰家居布置有这么大的学问喎，咁就当然啦。所以我哋布置家居的时候，好多事物啊都不能够咧掉以轻心嘅。我认为啊，喺一间房屋之中挂画咧，唔单止系用来观赏，同时咧亦会反映出啊屋主人嘅理想同埋品味嘅。所以我哋喺选择挂画嘅时候，真的要小心谨慎的。又到了知错能改的环节了。没错了，从上一次这个环节之中的图片看到呢，主要是错在呢是床头的背后呢，就是一个通透的窗口嚟，咁咧就正如俗语所谓嘅床头路空噃。那根据中国传统的家居观念呢，就认为睡床的床头应该是有一副石墙作为靠山，咁先至可以安枕无忧嘅。那抛开这些不说，单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如果床头的背后是一块通透的大窗户，那不仅人们睡觉的时候是很容易受到窗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且在狂风暴雨的时候还会很容易被那些破裂的玻璃所割伤的。那么这样不但睡觉的时候会疑心吊胆，而且安全也的确很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应该怎么去改正呢？那改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最有效的呢，就是把那张睡床给移开，但求床头不是正对窗口，而是名副其实的有石墙，那就可以便可以放心得多了。今日一幅新嘅图片要考下各位观众咯，大家一定要留心睇睇啦，睇入边有咩错误之处。如果各位想知道自己的眼光究竟准不准确，以及想知道怎样去加以改正的话呢，咁就请留心我们收睇我哋下次节目里头嘅知错能改这个环节呢，就自有分晓了。下一次节目再见啦，拜拜。